吃太冷了，这边。哦，变八点八哎。谁陪走吗？用手给他来一点。等个一分钟吧。哎，它一直变高是怎样？我明明就觉得还是很冷，太阳晒了。能见度又好一点点，多了一根红棒棒，没错。应该可以了。不知道。有在走路，可能有风噪也会比坐在这边好。坐在这边好冷。想吃东西了。差不多了。你预计我们会几分钟到得了下面？比冰雹吃饭饭还是吃饭饭？比冰雹吃东西是就觉得动力。真的太有味道。哈，这很放下到了，可以感觉到夏天的太阳真大。我来远远的跟地藏菩萨讲一下，请他保佑大家交通安全。
乡吗？那在哪里？就在这里。好。没别人了，只能走掉。好。56。你的刚的 pose 也刚好。好。累死了。在后面吗？在后面吗？后面会看不到。我可以退回去，还是你往前？你拍太多，我回去很难选呢。就挑一个最好的就好。就每个都好啊！我在后面这边呢。好哈，你要不要？有。这有拍到吗？有啊，你看那个树那边有个洞。哼。有吗？好，我拍一张。就算你前面往上一看，树边有个洞。哼，有啊，我拍到。我看，哎呦，相机太暗了，我看不到任何东西。哎呦，我手也不冷了。今天又抽上来，但是还是看不到，还是白茫茫一片。我们最喜欢的22缆车，还有捡回棒棒的地方，我帮他拍一张照。22缆车，你不要，我就说我帮他拍一张照，你就跑到我镜头里面，你真的很奇怪呢，你。不会啊，你不要动就好了，你就是没跑进来。有动。你要百万人清楚的话，再帮你录一段。什么东西？百万人。哦。应该是好像又不行了，蓝天又不见了。我们刚上冲上去的那个蓝天已经不见了，是不是？而且我们不会走百万人啊。会啊。会吗？会啊。为什么会？为什么会？我们要去恒昌就是要走百万人。我们从恒昌直接下吗？不要了。那你从你去走迂回，你再帮我录一次。哦，因为你刚没有录好啊。哦，好啊。会吗？绿色又是什么？好吧。好。你说要帮别人捡东西啊？不知道谁的东西啊？就不知道谁。是不是啊？刚刚路上有一块是。啊，我有看到。哎，好像变清楚了。帽厅。这边拍照会比较好看，有没有比较清楚？看到比较多。好。好，有没有比较好看？我怎么突然觉得这里比较清楚？都很清楚。好了好了，好，谢谢。
刚那段太虎了。还是你爱梦游？哦，你是说你的比较不行，是不是？我的两倍是数位两倍，你是真实两倍，又再可以数位放大，所以你的比较大。这个怎么这样？怎么给你？不要跟你的手机互挂，可以吗？好。那我下来。那你待会，那个横长是不是也是你拍？用我的拍。哦，好啊。那个费力才够大，那就留到我这了。你不放胸口，你放那不要撞到啊、哦。反正撞到坏了也是你买给我，没关系。挂挂。我干。你确定你这样看得到我？我觉得我跟他拼了，你有觉得我压很低吗？没有。真的吗？对，但是因为我觉得他跳得很厉害，我整个人你看有一幕，我整个人有飞起来，地太不平了，然后就决定我很低。好，那我就去横昌下路，因为接下来要去横昌的路啊。是你下横昌要直冲。不是去那个缆车那边。那怎么办？那你怎么办？我 OK 啊，我会在横昌的正中间正下面对着你拍。哦，你就不是在缆车那里拍？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因为我冲山啊。好。好，走吧，你先走。所以我就在壁上等你。对啊。在看得到下面的地方。你慢慢来哦。
点乱。你要直冲，你又不理我。我刚说可以，但是不够大声吗？还是我才听到。好，可以还给你了。很吵吗？不会啊。好累啊。谁的？你的？我的。我的。还你的关的。没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他可能沾太多血了，还是怎样？有喘。在喘哈、哦，就是身体。但是我不用向你停下来休息，我可以继续下。但是会喘，你有看到我正面向下吗？其实跟我差不多啊。哪有你在我看来，你都是马上就转了，我有真的往下飘的，你有看到吗？就看影片比对你就知道了，其实我们两个都差不多。其实看起来很快，是？对啊，自以为有往下。我真的有往下。转弯就是往下。要检查一下吗？
曹总，你的开始吗？我刚开始了。大家就同一餐厅了。他就需要一个电池。不管他。放在这边是不是？对啊。脚好酸哦，那里有架子。啊？那里有架子。你说右下去。那里有架子。有架子。嗯。你就管着。不要。要关了吗？